我最揪心的是，我这辈子欠你的太多，永远没有机会偿还。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我才知道我多么的舍不得你，多么的依恋你。 多么的爱你！又经历了一次生死磨难，让我更真切的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意识。哎呦，我说你能不能不闹了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真是烦死了！你好什么呀？好，你让老周他们听见，以为我把你怎么地了的？ 你还有完没完？你没完是吧？好，你闹，我走。老，我从来不行，我不闹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让你这么心烦？ 麦秋实出来了，麦秋实被放出来了，哎，这是好事啊！这说明他没叛变，他要是叛变了，咱们可就全完了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我不就是因为这个高兴吗？所以今天还喝了几口酒。不过，我还是有些担心呢。怎么了？担心什么呀？你想啊，当初。 麦秋实被隔离审查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去向特委的领导反映了他一些问题。可我当时都是为了交通站的安全，为了组织的安全，完全是出于对党的忠心。我要不是堂堂正正的心里有鬼，我能去向上级领导汇报他的情况吗？现在好，经过审查，上级觉得麦秋实没有问题，搞清楚了没问题，那不更好吗？但是有些人不这么想啊，他会对我产生误解啊。 现在麦秋实一出来，我担心这些人会对我进行报复。报复？是啊，现在已经有一些风言风语了，说我什么呢？说我通报私仇啊，说我污蔑陷害啊，还有说的更难听的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他们那是放屁！你老欧什么人啊？我清楚，他们也清楚。老欧，你别听他们那个乱嚼舌根子啊！别生气，来，喝口水，消消气。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文苏，是你让我懂得了什么是最宝贵的，什么是我最应该珍惜的。 就这样站着，就这么看着。而且呀，因为以前我和孟苏的事情，麦秋实心里本身就跟我有过节。 经过这次事情，这个麦秋实肯定更恨我了。其实以前我们在广州一起共事的时候挺好的。哎，这么多年的关系，这下彻底完了。你看他现在又重新负责整条交通线，又成了我的领导。行了，以后我就等着挨整吧。老欧，你告诉我，长兴站在什么地方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去找孟苏，我要让他告诉麦秋实，不要记你的仇。哎呀，再说了。 他和麦秋实的事儿已经没有人挡着了，咱俩已经把这日子过上了。咱们大家以后把那些恩恩怨怨全都抛到脑后，各自把各自的日子过好。哎，这日子过好了，工作一定干得好。行了，你就别说傻话了，好不好？我这哪是说的傻话呀，我这说的真的。上次孟苏带着小雅来找我的时候，你怎么对待人家的？
你现在又厚着脸皮去求孟苏，孟苏能搭理你吗？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那孟苏跟我什么关系啊？我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啊，好的跟亲姐妹似的。我想孟苏不会把这些事儿放到心里去的。我见了孟苏，跟他好好说一说，求求情。哎，他心一软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再说了，这小远还是我帮他带着呢，你又是小远的亲爸。 啊，就为了小远，他也不能驳了咱俩的面子。哎呦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呀就甭在里头瞎掺和了。你现在这段时间，你把小远给我带好就行了，其他的事情你管都不要管。小远呢？让老欧带到汕头去了。哎，说来也挺巧的。怎么？ 就在敌人袭击北湾的前不久，老欧这回算是办了件好事。你说说具体情况。具体情况，就是那天我们正在准备饭，老欧突然就来了，匆匆忙忙的，他就躲到客栈后面的那个小树林里，然后他跟我说你千万别跟别人说。他还说有个特委领导马上就要来汕头，让我跟他去找他，这样我就可以跟领导去反映你的冤情。 不过我没有跟他去，然后他就把小远给带走了。他没说哪个特别领导。没说。怎么了？不对。怎么不对？不正常。我当你的表现。 不正常！我跟你说，以后你这个穿着打扮，你一定要给我注意点。是，我们现在对外的身份是需要一些伪装，但是你不能从内心把自己当成一个阔太太啊！我们都是无产阶级、共产党员，不能让资产阶级、剥削阶级的东西把我们给带坏了。老公，你是不是烦我了？ 没有啊？那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吗？老欧，以后你就别骂我了，那些话实在是太伤人了。好，以前我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，我现在给你道歉。老欧，从我第一次见你就爱上你了。 这一爱，就是这么多年。说句实在话，为了你，就是让我死我也心甘情愿。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觉得挺不对劲儿的。 他那天真的是匆匆忙忙的赶过来，浑身上下都湿漉漉的。哎呦，我当时就是着急，这大张啊、老黄还有几个上海的同志马上就要过来，小远还在旁边捣乱，我就没多问他，也没多想。后来他一说要把小远带走，我也就让他带走了。难道？ 知道敌人要偷袭长兴站的计划，不会吧？那这也太可怕了，我都不敢往下想。但愿这只是我们的猜测，现在必须要马上了解情况。咱们俩的谈话你不要告诉任何人。 我知道。
老欧这次回来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。我也觉得，昨天晚上他一回来就和阿贵吵了一架。他们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们一样。这还真不好说。还有陈贵，我以前吧总看不惯他那花里胡哨、扭扭捏捏的样子，不过现在我倒觉得他挺可怜的。你说爱谁不行，非得爱上一个心里根本就没有他的人，你说他究竟在想什么？不管想什么，反正我觉得这事儿不正常。是啊，这样下去非得出事儿不可啊。能不能向上级反映一下？怎么反映？爱不爱就是他一句话吗？他说爱，我们说什么？说他夜不归宿，他说他是为了工作，我们又能说什么？我们组织的纪律是规定的那么死啊，根本不能越权过问任何问题。不能越权过问，就不能监督了。情况发生得很突然，但我有个感觉。什么感觉？敌人准备得很充分，一路正面袭击，一路包抄到客栈的背后，堵我们往后山撤退的小路。要不是孟苏冒险把敌人引开，运输队的损失就更大了。所以我的感觉是，敌人对长兴站的情况非常了解，对客栈的周边地形，甚至客栈的内部结构都掌握得很清楚。情况确实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。你估计是哪儿出了问题了？目前还不好说。不过，那天早上我们遇袭之前，欧达明到长兴了，把小远接走了，这实在是太巧了。而且他还让孟苏跟他一起去，说是有特委的领导要到汕头，让孟苏过去反映情况，为我申诉。但是后来我了解了一下，最近这段时间，没有任何一个特委的领导同志要去汕头啊！这也太奇怪了，他什么意思啊？难道……不不不，那也太可怕了，那不可能。最近咱们俩抓紧时间好好碰一碰，先把长兴站建立起来，特别是北西前后的情况再好好回想一下，看看还有什么可疑的地方。不过在没有确定证据之前，在别的人那儿还是要注意保密。好。老欧回来了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不要耽误我，我最近特别的忙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是我知道，但是你不回来吧，我心里也不踏实。再说了，你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回来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我说了，我有我的事儿，我不回来肯定有不回来的道理。你就只管睡你的觉，你等我干什么？我问你，你在外面是不是有其他女人了？你瞎说什么？你怎么越说越离谱？我是党组织培养出来的干部，我怎么可能干出那种事儿？我也觉得不可能。明明知道不可能，你还瞎说。那我问你，你还爱不爱我？爱，我的陈贵同志，你都这样了，我能不爱你吗？一听就不爱。哎，陈贵呀，陈贵，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，你才能不闹腾？那你抱抱我啊！越说越来劲了，要睡就睡，不睡拉倒。阿贵，啊，老庄，怎么了？有事儿啊？你们昨天晚上又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难道我做梦啊？我听到你们好像又在吵架。有句话，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。老庄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也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是有些话我不想听。我不是不想听你说的话，
我是不想听我自己的话。不想听你自己的话。其实你想跟我说的话，我早在心里跟自己说了无数遍了。可是，我不想就这么结束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。我怎么能不明白？阿贵啊，如果你决意要去做一件事儿，没人拦你，但是一定要顺其自然，否则这两个人都得受损呐。老周，谢谢你。可是我这心里实在是不甘心啊。老周，你先帮我带着孩子，我出去一趟，马上就回来啊。又怎么了？小远别乱跑啊！老姜啊，你说他们这累不累呀？那倒不累，就怕怕什么？真要出什么事儿，就麻烦了。发现你有问题了，原来是去了那么好的地方。说，你去窑子里干什么去了？我那是在工作。工作？什么工作？那我不能告诉你，不该知道的就不要乱打听。你也干保密工作这么多年了，这点规矩你不懂吗？你知道今天有多危险吗？万一要是把警察和特务招来怎么办？我警告你啊，以后你要是再敢偷偷摸摸的跟踪我，在背后乱嚼我的舌头，干扰我的正常工作，我就处分你。我再把一句丑话说到前头，现在外头那么乱，到处都是特务，你要是在外头乱说乱跑，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情，我可不负责任。为什么闹吗？为什么？我听说啊，阿贵昨天偷偷跟踪了他，没有想到一直跟踪到。啊，他果真又去了。我就知道这早晚得坏事。你说这个老欧吧，原本以为他会收敛一些，没有想到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你说这个样子，哪儿像一个领导干部，哪儿像共产党员啊？是啊，你看他把阿贵弄成什么样了，成天神经兮兮的。我看这妹子迟早得毁在他手里。阿贵啊，你带小远去玩啊？啊，刚才在屋檐下看见一只燕子，小远非说那是母的。这屁大点的孩子，他能知道公母？你们说奇怪不奇怪？那只燕子是母的，它嘴里叼着个小虫虫，那是给它孩子吃的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着它，要不然它又要出去工作了。
这样下去，非出事不可。是啊，不是那个人出事，就是阿贵出事啊。老周，哎，我们得把这里的情况向上级组织反映一下，否则真出什么事儿，可就晚了。哎呀，我们就不配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。好，就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反映。 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不准出去！哎呦，我说陈贵，同志，你能不能不闹了？我都给你解释了八百遍了，我那确确实实是为了工作。你能不能让开？我今天真的有事儿，而且很重要。我不管，今天就是天大的事儿，你也不准给我出去。老洪，天都晚了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。好，不去就不去。要是耽误了工作，你来负这个责任。 要去也行，我跟你一块儿。不是我不让你跟我一块儿去，我们的纪律你是知道的。你跟踪我已经违反了纪律，难道你还要坐上加坐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不听话，我真的要向组织上反映了。你反映去啊，到时候还不知道谁反映谁呢。别以为你干的那些事儿，我不知道。你说什么？ 我干什么事儿了？你干什么？你自己很清楚。你跟我说清楚，你要不说清楚的话，我今天对你不客气。你放手！你放手！不行，你跟我说清楚，你那话是什么意思？老欧，你松开！你要掐死我了！老欧，你以前说过，你不打我，不骂我的。 我是好心说过，可是你天天拿这个把劲来威胁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不打你，不骂你，还得对我好。啊，好，我对你好，对你好。那你现在跟我说说，你到底知道什么？其实，我也不知道什么。 是老同志了，而且在长兴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孟苏也比过去成长了很多，所以我认为今天我有必要把一些问题拿出来跟二位沟通一下。其实我一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们的内部出现了问题，但是我没有确凿的证据。最近跟几位站内的同志沟通了一下。 更加印证了我的想法，而且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。你还记得吗，孟苏？是你跟我说的，欧达明擅自以看孩子为名义违反了纪律来到了长兴站，而且你还看到他在教小远说话的时候，涉及到了很多长兴站下属街头户和联络点的情况。是，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想起来了。 咱们好几个联络点，泰丰楼、于嫂子、豆腐店都出事儿了。
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？你没睡着啊？你这个样子我怎么睡啊？我刚要睡着就被你弄醒，就听见你一会儿上床一会儿下床的。你说你这大半夜你擦个口红干嘛啊？你翻来覆去折腾什么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不就是怕你跑了不要我了吗？哎呦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再发疯了好不好？你正常一点，你睡觉吧好不好啊？我不睡。不睡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听你说梦话。梦话？啊？我说过梦话吗？你说梦话，你还哭了呢。做梦还能哭，太好玩了。真的？那我都说什么了？难道这些都是巧合吗？如果真是巧合，倒还好；如果不是巧合，那就太可怕了。记得在汕头大战的时候，有几个同志跟我反映过，侯达明参股药店资金的来路有问题，当时就引起了我的警惕。所以当时有两次行动，我都绕开了汕头，启用了新的备用联络点。还好，当时都完成了任务。这次你被隔离，从上海运出来的无线电设备和器材，仍然通过汕头站走以前的老路线，结果就出事了。还有我在闽西被隔离的那次，欧达明参与了审查，他几次试图让我交出交通线的资料，显得迫不及待。当时我也觉得不对劲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敌人袭击之前，欧达明突然出现了，而且他要带我去汕头，还把小远带走了，这也太可疑了。哎，不过你有句话说了好多遍，一直在重复。什么话？你说，完了完了，全他娘的完了。然后还喊孟苏的名字，让他来救你。之后你就哭了，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忘不了他呢。你这不胡说八道吗？我怎么可能说那些话呢？我说句句都是真的。我看你是脑子有问题了，明天啊让江大夫好好给你瞧瞧。我没病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哎，你哭完之后说了好多话，但是我都听不懂。什么好像有特派员，还有参谋长。哎，参谋长是谁呀？啊？哎，问你话呢，参谋长是谁呀？你瞎扯什么？你到底睡还是不睡？本来我想从药店资金的疑点上着手调查，但是突然就被隔离审查了，不然的话，应该会早一些发现问题。那个时候，同志们一直在传，说秋实被审查隔离，就是因为欧达明去特委当面反映了他的问题。我越来越感觉到，这像是一个事先挖好的陷阱，而且这不是一个人所为，这像是一个有预谋、有步骤、一步一步实施的计划很周密的巨大阴谋。天哪！如果真的是欧大明有问题的话，那就太可怕、太危险了，得赶紧向组织报告，马上采取措施。不，现在不能说，向上级报告。必须要有根有据。对，你这回就是被没有根据的怀疑给害苦了。说嘛！不是，我看你是真的疯了。你要再这么下去，你非把我也逼疯了不可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老欧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老欧，老欧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老欧，我错了。老欧，老欧，老欧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啊，老欧，老欧。我再也不闹了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好好跟你过日子啊！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再也不跟踪你了啊！你想找其他女人，你就去找，只要你每天都回来，能让我看上你，你怎么着都行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起来吧，我不走了。真的？我骗你干什么？你赶快起来吧。你真的不走了？你要是不改掉你那些臭毛病，迟早我还会走。我改，我改，我立马就改。你说怎么改我就怎么改。好，
就从你这打扮说起吧。你看看人家孟苏，又是孟苏，不许算。哎呀，老欧，我听，我听，你接着说啊。你看看人家孟苏，人家本来就是一个大户人家千金小姐的命，如今人家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个工农的模样。可你倒好，你天生就是一穷苦人家的命，你非得把自己装扮成一阔太太的模样。今天弄脸呢，明天弄头啊，穿个高跟鞋扭来扭去的，说话嗲声嗲气的，谁都受不了你这个模样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我看见你我都倒胃口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穿高跟鞋和旗袍了啊！高跟鞋和旗袍那都是生活方面的问题，你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你不分场合不分时间的又哭又闹胡搅蛮缠，最恶劣的是你竟然发展到偷听我的谈话。是梦话。欧达明是资格比较老的同志，长期担任领导干部的工作，所以对他的怀疑要格外的小心谨慎，必须有确凿的证据。是啊，要是告了他，证据又不充分的话，说不定还会闹出乱子。乱子？什么乱子？孟苏，你还是太单纯了。什么意思啊，老胡？你想啊，秋实就是因为欧达明告状，才被特委抓去审查的。现在秋实又去告他，如果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的话，有人就会说秋实在搞打击报复，说不定还有人会同情欧达明。这个时候让他浑水摸鱼，那就更麻烦了。老胡说的有道理，所以咱们一定要格外的谨慎，绝对不能轻易的揭开盖子。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的深入了解调查，尽快的找到有力的证据。好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去汕头把小远接回来，顺便打听一下袭击前后欧达明的一些情况。好，我陪你一块儿去。我是交通大战的战场，承担的责任很重，我有我的事情，有些事情我是不能随便告诉你。搞地下工作的规矩你应该是清楚的，不该问的不问，不该说的不说，不该看的不看，不该打听的就别打听。可你倒好，什么事情你都要刨根问底，处处打探我的行踪，既然发展了偷偷的跟踪我，这简直就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事情嘛！我都怀疑你是不是袁昌派来的奸细。不不，我绝对不是奸细。就算你不是，可你起的作用比国民党特务和奸细还要坏。你说你要再这么闹下去，影响到我工作不说，你非闹出什么事儿来不可。哎，到时候你弄出什么乱子来，就会让人怀疑到交通站，怀疑到了交通站，就会使交通站遭受到破坏，交通站遭受到破坏，就毁掉了红色交通线，毁掉了交通线，就等于掐断了苏区的生命线，最终害的是我们苏维埃共和国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真是气死我了！你，老欧，以后我再不管，再不打听你的那些事儿了，啊！说到可要做到啊，要不然后果非常严重。老欧，那你以后能每天都回来让我看见你吗？每天不好说，要看我工作的情况，但是我会尽量的。这个一定要收好啊！哎，啊，老张，陈贵，你这是？啊，昨天晚上老侯批评我了，说我应该向孟苏学习啊，不该穿高跟鞋，不该穿旗袍，要好好改造自己。哎，你看啊，我改造的好不好啊？啊，行行行，啊，你先忙，啊，你先忙。
参谋长，你的回话呢？他最近有药物在身，走不开，他要你去广州见面。去广州？好吧，怎么了？啊，也没什么，只是最近我遇到了一些纠缠，不太好脱身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自己能解决。没有什么大麻烦吧？ 我去见参谋长，就是想让他报告。自从袭击了长兄大战以后，我这心里好像最近老有一种不好的感觉。你这鼻子长得像你爸爸，啊，肉头鼻子，长大了有福气。你这眼睛长得像你妈妈。哎呀，放你妈妈的脸上吧，还凑合，能看。 放你脸上，真是难看死了！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！别闹，你再闹，阿姨不要你了。哟，哎哎，吃糖。爸爸来了，找你爸爸去，快！哎哎，儿子，乖啊，去玩去，爸爸有事啊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 去广州干什么？你看老毛病又犯了吧？这是你该问的吗？行，我不问了。那我想跟你一块儿去，能行吗？你能不能不胡闹？行，没你事儿，去把小远给我带回就行了。 画呢？哎，来，小远，吃糖啊！啊，嘿，嗯，小远，你想不想吃巧克力呀？想。嗯，你爸爸要去广州。 广州有好多好多好吃的，有好多好的巧克力。你想不想和你爸爸一块儿吃啊？想。那，你去跟你爸爸说，就说，我也想去广州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来，说一遍给我听。我也想去广州。嗯，真好。哎，他要是答应了，你就说，我要和阿姨一块儿去。 我要跟阿姨一块儿去。嗯，小远真乖。爸爸，我也要去广州。小远，这次不行，这次爸爸很忙，爸爸管不了你。我要跟阿姨一起去。看这孩子，那就更不行了。 小远，这次爸爸真的不能带你去，在这儿好好听阿姨的话。爸爸过两天就回来了，等爸爸回来了，爸爸给你买好吃的，给你买好多好多的巧克力，好不好？老欧，有紧急任务。 我现在必须要去趟广州，店里头你们盯着点。小远。 去广州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广州可好了，有好多好多很高的楼，还有很多很多汽车，还有好吃的巧克力呢。爸爸不让我去，爸爸不让，阿姨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好，走，那咱们收拾行李去啊，走吧。
凄美的火焰被冷风吹凋谢，半开的花蕊匆匆落在手边，在我泪光前，你微弱的笑颜，爱只要燃烧就不怕瓦解，这份深情从每一秒的后悔，任命运多离别，等不到再见，越恋恋不灭，来不及转身拥抱着你，但就轻轻闭上眼，忘了曾黑色像最后的执念，一句永远有多远，岁月滚滚不复相恋，来不及转身就轻轻闭上眼，忘了曾